是 Queenie， 我由小一至高中十年班都是在宝伦局赛技考虑读的，而中社呢就转了陈雪渠了。而家我在葵芳青年学院读 Year 3， 就为我升到 Ivy 做好准备。我很幸运呢就遇到很多个很有爱心的老师啦，有一位慈祥啦，有教無類的校長，他就帶領了各方不同的老師呢就去幫我啦。在這些支援裡面呢，我覺得其中一個呢對我最大的幫助呢就是我考試加時那裡啦，就是因為老師都知道我有考試焦慮症，所以呢老師呢就安排我去一個獨立室那裡應試。咁自從我去咗初一考之後咧，咁我啲壓力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啦。唔知係咪因為學校對我特別關顧嘅關係，咁就引致我咧同同屆同學就相處得冇咁好，但係反而咧同高一年班啲哥哥姐姐咧就相處得好開心，就係因為佢哋就好識得體諒我啦，佢哋都會喺小息嗰陣時候就願意教我做功課。咁到現時為止，佢哋各省東西就入到大學啦。佢哋都每年暑假，佢哋都會帶我周圍玩。我中意唱歌啦，跳舞啦。咁啊，基於我強項咧，就係喺語言方面啦。咁啊，我都可以講，即係我都可以講到英文同埋普通話啦，日文、法文啦、韓文啦。菲律賓文甚至印尼文，咁啊呢啲語言咧，我都係好容易比較上手嘅。馬爾杜杜朗格布，古穆斯特加，馬布蒂。咁我個目標咧就係喺一間酒店嗰度揾一份理想嘅工作。咁我啊可以接觸翻啲外籍人士，咁我可以喺酒店就做得好開心噶啦。